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群人的公司。那这边呢，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长廊。那我们公司呢，叫做 Pressway。Pressway 是我们的公司。那首先进来第一张，一定是看到我们这群人的照片，因为我们是网红之霸。我没有讲。再来呢，就是我们的阿弟英文，就是阿弟以及弟妹，就是想要学英文话找他啊。再来呢，是我们的开箱情侣一加一，他们是一对，就是喜欢分享一些开箱的一些新奇好玩的情侣。然后本身这位男士呢，也是蛮有才华的，也是一些影片的导演之类的。在 YouTube 上，我有看到月人频道，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天哪，我自己一个人发现这月人频道，我不要跟任何人分享，因为有就是他们会邀请就是一些歌手，然后去这边唱一些 live 或者是改编一些歌。然后现在也会有找一些大学生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音乐相关的人，然后去这边做表演。然后这个对，非常好，音乐它是属于一个音乐频道，然后里面就是很多你会觉得比你原本已经听到好听音乐，然后在这里你会听到更多不一样的好听的音乐 ，more and more， you know， OK， so go straight， go straight。这书我不知道是什么 ，OK。那这边呢？这边有 no 恶搞也能出头天 ，That's right， it's our this group of people， 就是我们的书的看板了。那里面呢？我看一下哈。哦，对，里面就是我们没有卖完的一些三个人的 EP， 对对，没有卖完。那如果大家要买的话，可以。Sorry，it's okay. 对，那如果想要买的人呢，可以就是到我们这个这群人的官网里面会有网址，大家可以去选购。谁要关门了？再来呢，来，重点来了 ，TGOP， 这些都是那个我们粉丝就是画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把它贴在这边做一个墙上的简单的小装饰。首先你一进来这个办公室非常的广阔，没有错，就是会有我们的会计啊、制片啊，然后我们的经纪人都会在这里坐着，帮我们大家处理一些公事这样。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美术，就坐在这边做我们十二号拍摄新影片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再来呢，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小仓库的概念，就是我们就是所有的服装啊，然后一些道具啊，有的没的啊，就我们拍片会用到任何东西，我们都把它摆来这边。这就是你的小天地吗？以前是我小天地，但现在是他的，算是他跟范江的小天地。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拍那个三个人 MV 的时候的道具。它是一个七星剑，然后插着一个球鞋嘛，然后这是那个面具。展瑞有一幕，都是你这边设计的。对，展瑞。对，我们有一起想，对。哦，我知道，他必带这个，然后跳什么？对对对，跳那个OK， 妈妈不会跳 ，OK。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进行到我们这个刚刚你们在那边喝茶聊天，就是交朋友的一个聚会场所。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剪接室。对，现在呢，只有我们的贝贝在这里看 A 片。玩玩具，爱开玩笑。然后这边也是我们自己平常会在这边集体开会啊，然后创意发想啊，都会在这边。然后呢，再来呢，我们也会在这里学英文，因为我们现在有请家教老师，然后我们有时候在这边学英文。不是，阿弟已经不当家教了，阿弟现在忙不过来。哎，我们是请一个外国人阿多啊呢。对对对，那你现在学的怎么样？I think my English is so far so good because I have a very talent. Yeah. We paid for teacher teach us. 因为你们要进军国际了吗 ？No, we 进军 China. 你可以说是 China, why
But English is international. Everybody have to learn that. Yes. Yes. Can speak English and Chinese. Yeah. You have a two. English, ah, English 大许, eh? 和文, Dutch. Yeah. And the... I forgot about Dutch. And the Chinese also you can... Yeah, that's why I can speak. Yeah. I also want to speak. Yeah. Yeah, I think it's very difficult. Oh, because 有窗户在外面. 因为我们的空间就是公司给我们这一间，让我们去运用。哦，对。因为在荷兰，他说不能，如果一个房子没有窗户，是不能租给别人的。哦，哦。Yes. But outside have window. Yeah. Inside the agency. Yeah. Also, the agency is there. Yes. The agency is a window. Yeah. Very long. Very big. So, this is our TGOP studio. Do you understand? Like, share, and what? Reply. Thank a friend, Jesus Christ. So many things. So you search TGOP, Taiwan, okay? Okay, thank you. Show your place. You will very, the kitchen. This place. Your painting is here. Be careful. Your painting. Oh yeah. Why you put my painting here? Because your painting is so many. Yeah, from our mother's job. Because I take her to prepare to animal. Yeah, very, very useful. Thank you. And I tell everybody, if my sister died, this painting was very expensive before. After. Like after she died. Yeah.